我一直以为是木炭呢，没想到是牛粪。你家木炭长这样子啊？那种干很耐烧的。酥油。奶油馒头吗？糌粑、白砂糖。这个茶用现代工具制作。糌粑。它冒着烟的。那种芝麻糊糊感觉特别有营养，里面有牛奶，又哇。又油。对，又有油。有全靠奖。太低了，以为是冰淇淋。感受一下雪域天空之城。嗨，小黄，来个特写。雪域天国啊，虽然不是雪山，但是雪把山染成了雪山。骑行的棉衣、加绒衣、羽绒服、冲锋衣，哇，有，加油，猴子！升腾云，啊！小山路。真冷啊，零下八九度了，现在还。乐通古镇，仓央庄园。天葬台。